你们两个点烟杆没有？ 八八道，不远是吧？八八道，拉点烟杆。好了。回去。先把绳子绑好到。来来，把拉住。我们从哪走？原路。啊？原路返回。从哪？那边。那边吗？你是那边去吗？我到那边。你那边是吗？我那边过不去，那边站。那边过不去，那边我们过不去。这雨水多大？ 还在涨，马上封水要上堤了，啊！还在涨，上面还在涨，到这了。哦，跟大队长点赞，跟大队长点赞，哪个人吃不到，哪个人吃不到。开了，开了。拉着嘛，你游得起啊？我游得。 咋子嘛喊你救他？啊，是不是四川的商家嘛？他直接开去走噻，就是四川的商家。应交警大队大队长、指导员王盘，我们队员参与这个救援这个。 GPS司机，已经在你已经出来不到了哈。跟警察叔叔点赞，跟警察叔叔点赞。注意安全哦，注意安全。 孙子，找孙子，找孙子，快快找孙子！先喊那个人爬出来就对了噻。走电梯出来的。哦，那个人已经出来不到了。小伙，赵军注意安全！注意安全，小伙，弄不到就退出来，赵军。 赵军，先爬上去，把赵军拉上去。先把赵军拉上去，哎，票哥，快快，老三，把赵军先拉上去。哦，车子停了，停了，车子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 Thank you.
大的雨。这个据称是四川省的雅安市，是从8月10号就开始下起了暴雨。另外这一个也是四川省的绵阳市，也是因为暴雨的问题，然后多处就塌方。